院长，这件事情你们有历史的责任哈。那么第二个我想请教，就是说未来的这个生技园区，您谈到国际医疗嘛，好，刚刚您的意思是说你认为国际医疗不应该在这里，好，那未来这个园区的计划当然没有国际医疗进来的空间呐、啊，没有国际医疗进来的空间呐、啊。委员是在讲新竹还是讲南港？因为送进来的医疗法给予中央政府主管机关一个权限，他可以指定一个或者是多个园区去发展国际医疗。目前比较明朗的、比较明确的是新竹，他们希望指定在新竹。临床中心，刚刚蒋委员讲的临床中心已经要被改成为医疗中心了，而且是国际医疗中心。好，但是他其实是可以指定一个或数个哦。因此你们这里也不一定能够闪避这个问题。当然一个情况是他要求在你们的内部，另外一个情况是在这25公顷以外，但是即使在25公顷以外也是依附在你的生技园区。我请问哦，中研院要去营运这种东西吗？也不可能去营运，不可能嘛，因为在南科或者在竹科至少是工业区管理处，对，工业区管理处他有招商的能力，他是营运者，你们是研究中心，對對對，研究中心不可能去营运，对不 对, 對，所以你在这里可以让我们很明确的知道未来这个园区不会接受国际医疗，对不对？对，不会接受国际医疗哈，我没有这个能力去，没有这个能力，对的。對，那另外我倒是专业上想要请问你的意见，你刚刚说国家适合发展国际医疗，你建议说到桃园去，好，我不管他到哪里去，问题是他的形式，国际医疗当然可以发展啊，但是以现在政府，第一个他要去颠覆医疗法的基本精神，把医疗组织公司化，允许医疗组织以公司的形式，这个非常颠覆，因为目前是财团法人跟社团法人的形式，至少保障董事会里面的基本专业哦。可是为了国际医疗，医疗法送进来要给他公司化，这一块只要一突破，将来整体医疗体系的组织是不是因为他逃鬼新的鬼，我们有很大的疑虑。好，这一点你们中研院过不过问这些事？不过问政策，但是有没有专业意见？嗯，我想医疗这一块其实有一部分是产业，有一部分是服务。现在的产业也很好啊，现在台塑他也弄医院呢、啊、弄得很成功啊，所以现有的组织不需颠覆啊，现有的组织形态。第二点呢，他除了要颠覆现有的组织生态让他公司化以外，第二点他还放到工业区给他土地租税等等各种的优惠、欸、有需要吗？台湾的民间的营运能力去发展这一种国际医疗自己搞不定吗？要放在政府的优惠体系里面，这样的去扶植他、去保护他吗？政府的资源这样用对吗？啊？你们中研院有没有专业的意见？我想这个详细的情况我不清楚，不了解，不清楚。所以你不愿意表示意见？对，我了解之后才有办法表示。本席其实是希望哦，中研院不要把自己锁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啊、像这一次沙尘暴、整个台湾社会就在讲要把它当作天灾，然后呢要让它变成是可以放假的项目，可是没有听到中研院的意见。那今天在这里我们才听到，原来中研院在这个部分你们既有监测的能力也有分析的能力，对不对？可是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呢，因为你就是那么保守嘛，啊，要你发表任何的意见你们都尽量不要说嘛，啊，连沙尘暴你们也不讲。好，那以你们中研院的监测跟你们中研院对沙尘暴这种长期的历史的了解，以及你们分析晚近即使沙尘暴会有带一些感染的疑虑，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认为该不该放假？有没有考虑放假？该不该当作天灾？有没有考虑放假的必要？你的看法是什么？我想看那个程度了、啊、目前的程度怎么样？刚才那个刘主任有谈过这个事情，一年大概两次嘛，一年两次。那在过去还没有到那个严重的程度，还不到。那这一次呢？这一次的迹象
会让我们重新考量吗？对，看起来是极端气候造成的这个影响越来越严重。那刘主任，你认为呢？以今年的这个你们研究的结果，你们认为第一个要不要当作天灾？因为现在已经有修法的法案进来，说要把它当作天灾哈。然后第二个是不是应该要列入考虑放假的项目？因为现在就是台风嘛，最主要是台风放假嘛，哈。对，当然，这个假如说是像礼拜天、礼拜一那种情况的下，已经要了是不是？我认为是有需要，有需要是不是？那要不要列入天灾的项目？天灾的项目算不算天灾？这应当是算天灾，算天灾，因为这是自然的，这是主要是自然的，所以列入天灾的项目。对，然后纳入为是否放假的依据的考量，是不是？对 对。那你们生不生产得出什么时候才应该要放假的指标？你要有指标啊，因为现在台风是否放假，风灾、水灾是否放假，它有一定的指标啊。几级风以上，或者瞬间风力多少以上，是不是？对。哎呀，那你们弄不弄得出来这个指标？哦，这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嘛。环保署也应当可以。环保署也可以嘛，对对对，是不是？对对对。所以啊，以中研院非常专业的意见，如果出来的时候，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社会上不是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考量吗？因为工商企业界会反弹啊，有这么多的假期，对工商企业界来讲，是他们工商企业界非常无法承受的成本啊。放假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放假，我的生产线就停顿，然后我薪水要照付吗？所以你增加了一项天灾的项目，增加了一项全民放假的项目的时候，对工商企业界来讲，我们需要的是对他们的说服力。在这种时候，中研院既然有专业意见，我告诉我们怎样，那没听你的先。报告立委，我们那个公示哈，那个有话好说，我的确有说。请问公示的收视率是多少啊？啊？啊？播了几次？播了几次？啊？就我不想，我很少去看。你很少去看，你看你还说你有做，好啊，院长积极一点好不好？好不好？不要让我们永远听不到中研院的声音嘛。好，好不好？所以中研院其实有这么多的专业的时候，他没有介入整个。我常常讲，你们没有介入整个社会焦虑，你们没有介入整个社会公共议题的讨论哦，基本上对不起国家啦。我一直鼓励刘主任写篇文章在主流媒体报道。嘿，来不及了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啦，但是还是应该要继续做啦，好不好？因为如果我们的政策确定了，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其实工商业界它是需要被说服的。好，那以今年的这一次，以 这几天的这一次看来，到底为什么我们认为经由这一次要改变过去的认定？好，这个部分你们的分析资料要出来吗？我们都不知道说到底它的伤害有多大，好不好？好，那我们如何去说服整个社会达成共识？不要说一个政策出来，然后社会又是沸沸扬扬，这整个社会对于政府的信赖是不够的。好，谢谢，谢谢管委员的咨询。